还有20天 very hard work， 体重是83.85，然后腰围是94，肩宽是51点几。好，我的肩宽理想到48，但是可能性不大，因为我摸了摸这里没有肉了，有肉的地方我可以把它减了，但是没有肉了。哦、very hard work， 我前面的那个吃的都有管用哦，小了2公斤多。Let's do it。秀的时候可能会有鞋子很软的情况，像球鞋走的时候比较难，底带软了，所以在那个时候就需要脚的前面的那个力量，脚掌那个力量，那个整个小腿的力量要够，然后跟腱的力量也要够。好，结束，保持20天，这样子每天刺激到一个部位，每天刺激到一个部位，这样的超级组合就很好。跳绳再给我，再跳一轮，我就可以回去了。啊，不行了，退步了，腿软。最起码让我跳到10个以上吧。不行，不服输的我。为什么？是的我 Later 没变了，估计这里